据古希腊历史学家梭伦公元前8200年的记载，每当暴雨引发洪水泛滥冲垮河堤时，人们会在沟壑和峡谷中发现巨大无比的骨头，就像人类的遗骸，但要大得多。古希腊人将巨人描述成血肉之躯的生物，他们生活、死亡、遗骨被埋葬后会从地底显露出来。其实即使在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在希腊发现体型巨大惊人的类似人类的骨头。不过现代科学家已经能够辨认出这些骨头实际上属于猛犸象、乳齿象、长鼻目已灭绝的一种生物和早已在这个地区消失的羊毛犀牛遗骸。然而古希腊人对这些庞大动物并不熟悉，因此许多人认为他们发现的巨大骨头属于类人生态的巨人遗骸。他们将骨头上的任何非人类特征都解释为巨人怪异的解剖结构所致。根据希腊神话，巨人是天地神奇乌拉诺斯和盖亚的孩子，但同时他们又从未真正出生过。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害怕巨人力量太过强大，将他们囚禁在盖亚的体内，阻止他们出生。为了解除痛苦，盖亚请求他最大的儿子克罗诺斯制服乌拉诺斯。克罗诺斯听从了母亲的建议，并阉割了父亲，使他无法再生育。然而沾染上乌拉诺斯血液的土地释放了被囚禁的巨人，克罗诺斯夺取了权力，但不久便被宙斯推翻。巨人们因支持他们视为救世主的克罗诺斯战败而愤怒不已，他们拿起树木作为棍棒，巨石作为投掷物，向宙斯和其他希腊神明宣战。但最终巨人战败，被埋葬于山峦之下。据说他们愤怒的挣扎引发了地震和火山喷发。关于希腊传说，本频道有完整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主页观看。摩洛哥丹吉尔原名廷吉斯的居民曾宣称，他们城市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安泰俄斯的巨人，他被埋葬在城南的一座土丘里。为了验证这一说法，公元前81年，罗马士兵挖掘了这座土丘。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还真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骨架，随后重新将它安葬，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在整个古代，人们都流传着关于巨人及其骸骨遗物的传说，这些遗物被发现后又重新埋葬，没有留下与当时人类相遇的证据。由于巨人通常被认为是邪恶的敌人，人们发现他们的遗骸后不会考虑其重要性，而是随意丢弃或摧毁，以防止巨人灵魂的回归。尽管存在一些关于发现巨人骨架的报道，但确凿的证据仍然稀少。在北美，据报道，200年间从古代墓葬遗址中出土了1000多具超过7英尺高的骨架。这些发现得到了当地报纸、城镇和县级历史学家、信件、科学期刊、日记、照片以及史密森学会民族学报告的仔细记录。这些骨架来自北美各地，据称还伴有一些奇怪的解剖特征，例如双排牙齿、巨大的下颌骨，甚至能盖住发现者的脸，以及几乎每个州都曾发现的细长头骨。史密森尼学会的年度报告中提到，他们曾鉴定出至少17具身高超过7英尺的骨架，其中包括一个高达8英尺的例子，以及1873年史密森学会年报中记载的来自伊利诺伊州安娜镇的一个头骨，其周长达到了36英寸，约91厘米。通常情况下，人类头骨的周长约为20英寸，约51厘米。报告中还多次提到史密森尼学会接收来自美国各地的巨大骨架。然而无论这些骨架的实际尺寸如何，目前似乎都已无法找到。曾经展出过的一些遗骸也根据美洲原住民墓葬保护和遣返法案被归还给了美洲原住民部落。尝试寻找确凿的巨人证据，例如实物遗骸，变得困难重重，因为这牵涉到道德和伦理方面的问题。1890年代，普特曼教授挖掘了蛇形土丘旁的一些土墩，只发现了大约6英尺高的骨架。但研究员杰弗里·威尔逊最近重新发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展示了一个7英尺高的遗骸。这张照片可能描绘了普特曼发掘出的遗骸之一，因为他当时是唯一挖掘该遗址的人。罗斯在他的著作《巨人传说》中首次发表了这张明信片，上面清楚地标明了它来自蛇形土丘。然而这张7英尺高的骨架照片究竟是在哪里拍摄的，仍然存在争议。值得注意的是，明信片上的遗骸膝盖以下的部分被切掉了，因此我们看到的7英尺身高是实际测量，
还是加上小腿和脚部的估计高度呢？如果将胫骨和脚部完整计算在内，身高是否会接近八英尺？1959年，卡内基博物馆人类学馆馆长唐纳德·德拉戈博士在西弗吉尼亚州北部对 Precept 的土墩进行了全面挖掘，出土了一具7英尺2英寸高的骨架。德拉戈博士在他的著作中刊登了这具骨架的照片，因此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德拉戈博士并不是唯一一位发现巨型骸骨的专业人士，许多受过大学培训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报告过在墓葬土墩中发现过超过7英尺长的骨架。这些遗骸通常还伴有一些解剖学上的异常。报告过这些发现的专业人士包括沃尔特·B·琼斯博士，在阿拉巴马州芒兹维尔地区发现了一个7英尺6英寸高的骨架，以及许多超过7英尺的遗骸。俄克拉荷马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弗雷斯特·克莱门茨博士发现了一个6英尺高的骨架。剑桥大学的唐纳德 ·A· 克拉佐博士在匹兹堡发现了一个7英尺5英寸高的骨架，以及许多其他具有解剖异常的巨大骨架。更多著名的专业人士也加入了巨人骸骨发现的行列。亚利桑那大学考古系主任、西南考古学界知名学者布莱恩·塔明斯博士发现了数具8英尺高的骨架。史密森学会史前人类学馆馆长托马斯·威尔逊鉴定了一具8英尺高的骨架，其下颌骨异常巨大。卡内基博物馆馆长威廉·霍兰在宾夕法尼亚州发掘出了一具8英尺高的骨架。这一发现被刊登在包括《科学美国人》在内的许多科学期刊上。在加州海岸附近的海峡群岛也出土了许多超大尺寸的骨骸。这个故事迷人而富有争议，业余考古学家拉尔夫·格利登和他奇异的博物馆将是故事的主线。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13年，一位德国博物学家为这个故事揭开了序幕。这位名叫 A.W. 福斯滕安的博士声称自己在卡塔利纳岛挖出了一个8英尺高的骨架，并伴随有一些文物，例如岩钵、杵臼和箭头。据悉，他在墨西哥逗留期间听闻过一个传说，内容是关于岛上曾经存在过一个比白人更早到来、身材高大、品性高尚的种族。不过他们后来神秘地消失了。然后一位名叫拉尔夫·格利登的考古爱好者在纽约海医基金会的资助下，于整整11年间在美国加州外海的通道群岛进行考古挖掘，竟然出土了数量惊人的3781具骸骨。其中有一具骸骨甚至高达接近3米，还有数具骸骨超过2米，令人不禁遐想岛上曾经居住着怎样的巨人族群。更令人吃惊的是，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精美的大型葬仪瓮，里面躺着一位身份显赫的年轻女性骸骨，周围环绕着64名儿童的骸骨。在岛屿的其他角落还发现了超过3000具骸骨。这批骸骨的发掘工作究竟揭示了怎样的历史谜团？让我们拭目以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研究。然而加州的这起发现似乎为这些传说增添了另一份佐证。在1833年，加州伦扑克牧场修建弹药库时，士兵们意外凿穿了坚硬的砾石层，竟发现了一个长达3.6米的石棺。石棺内静静躺卧着一具身高超过3.6米的男性骸骨，这令人震惊的尺寸远远超越了当时印第安人的平均身高。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石棺周围还伴随着精美雕刻的贝壳、巨型石斧、长矛，以及覆盖在骸骨上神秘的紫色矿物薄片和石英晶体。这些神秘的陪葬品似乎在诉说着逝者传奇的一生，同时也为加州这片土地笼罩上了一层远古文明的阴影。然而围绕着这具骸骨的谜团还远不止于此。骸骨上覆盖着一层神秘的紫色矿物薄片和石英晶体，上面刻画着令人费解的符号，仿佛在诉说着一段失落的文明密码。更令人吃惊的是，骸骨竟然拥有双排上下牙齿，这在中国先秦典籍中曾被描述为传说中的巨人特征。士兵们咨询了当地的印第安部落，一位进入恍惚状态的萨满宣称这些骸骨属于来自遥远俄亥俄谷地的印第安人，但这一说法无从考证。由于当地原住民开始将这一发现与宗教信仰联系起来，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当局下令秘密将骸骨和所有陪葬品重新埋葬。这一系列的谜团至今仍悬而未决，加州的土地深处是否真的埋藏着巨人文明的遗骸？这片土地的远古历史是否另有隐情？
只能留待后世的考古学家继续探索。在美洲原住民的部落历史和传说中，一直流传着关于远古巨人的故事。这些巨人拥有着不同的名字，被各个部落所尊崇，他们的事迹代代相传，印刻在这片土地的名称和古老的吟唱之中。耐人寻味的是，许多彼此相隔甚远的部落都拥有着关于巨人的独特传说，尽管细节上有所差异，但都展现了对这些身躯魁梧、神秘强大的存在的敬畏之情。当然，经过口口相传的故事难免会加入一些夸张的元素，但这恰恰反映了美洲原住民丰富的想象力和他们对于自身历史的传承方式。北美原住民的传说中，巨人往往被描述为身高十几到几十米不等的庞然大物，他们力大无穷，可以像人类猎人捕捉兔子一样，将成年的男子轻而易举地扔进袋子里。在一些更富传奇色彩的部落故事中，巨人甚至高大的如同参天巨松，足足有五六十米，他们能够像人类捕鱼一般轻松制服庞大的鲸鱼。乍一听，这些故事似乎匪夷所思，但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北美原住民部落都拥有着关于巨人的传说，甚至用巨人的名字命名了特定的地点。这或许暗示着这些传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即使经过了夸张的渲染，也可能反映了一些远古文明的片段记忆，或是部落先祖们用来教育子孙后代的道德预言。当然，许多人会对美洲原住民的巨人传说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经过口口相传而失真的民间故事，甚至是被报刊记者夸大事实而成的耸人听闻的猎奇新闻。然而，不仅是北美原住民的神话传说中充斥着巨人的身影，一些遗传学数据、民族学研究、科学报告、早期考古发掘记录，甚至是一些历史文献和地方志中，也都零星散落着关于巨人的蛛丝马迹。就如同圣经和其他文化中的寓言故事一样，这些传说或许并非完全真实的历史，而是祖先们用来教授道德准则和生命哲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尽管这些证据并不能完全证实巨人的存在，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探索未知历史的窗户。或许美洲大陆的远古历史中曾经真实存在过一些身躯高大的种族，又或许这些传说反映了远古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想象和崇拜。然而，这些零散的证据和传说仅仅是揭开历史真相的序曲，是时候让学术界介入，重新审视这些资料，深入探索史密森尼学会事件的真相，以免这一关乎人类历史的重要篇章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试着想象一下，如果在恐龙时代结束后，冰川时代到来之前，或者在传说中的大洪水泛滥之前，曾经存在过一个巨人种族，他们漫步于广袤的土地之上，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足迹。考虑到地球漫长的演化史，这样一个种族的出现并非完全不可能。也许这些美洲原住民的传说正是上古文明遗留的碎片，等待着我们去解读和挖掘。这些巨人族群可能先于我们现代人类出现，也或许曾经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文明中都流传着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如果史前确实发生过洪水泛滥或剧烈的气候变迁，这或许导致了巨人族群的消亡，也有可能由于人类的繁衍壮大，最终取代了巨人，成为地球的主宰种族。甚至有可能在远古时期爆发过人类与巨人间的战争，这段历史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只能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代代流传。如果巨人族群真实存在，那么他们的科技水平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那些散布世界各地至今难以解释其建造方法的巨石建筑是否出自巨人之手呢？这些都是留待后世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去探索的谜团。这些巨人最终能长多高？人类和巨人之间是否曾经通婚，从而导致了身高七到九尺的人类出现呢？令人惊奇的是，考古界的确发现过一些这样身高的骸骨。或许经过世代的演变，人类的平均身高逐渐缩减到如今的体型。巨人身上的一些基因特质，是否正是导致人类罕见巨人症的根源呢？也许我们之中的一些人，仍然携带了远古巨人文明的基因印记。地球的某个角落，是否还存在着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些高大威猛的人类曾经真实存在，并且是人类史前文明的一部分呢？然而，一些人认为，确凿的证据或许已经被发现，
但却被主流文化所压制。他们认为主流文化无法接受这些证据，是因为它会颠覆我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认知。主流科学界也倾向于否认巨人的存在，尽管存在着许多暗示甚至指向巨人族群曾经存在过的资料。这些巨人究竟是体型高大的早期人类，还是独立于现代人类之外的远古物种，目前尚无定论。唯有确凿的实物证据被发掘并检验，我们才能解开巨人之谜，厘清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足迹，以及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定位。阴谋论者甚至认为，这些巨人可能来自外太空，他们拥有先进的技术文明，后来可能他们来到地球的目的达到了，就返回了自己的星球。这些巨人遗骸就是这些外星种族留下的，这才是他们存在证据被刻意隐瞒的原因。也许某一天，考古学家会在某个特定的地点挖掘出完整的巨人遗骸，其重要性将不言而喻。更理想的情况是，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发现大量巨人骨骼，那就意味着这不仅仅是个例，而是一个真正的巨人族群。届时，确凿的物证将迫使科学界重新审视巨人的存在与否，甚至推翻人类的历史。尽管目前主流科学界拒绝承认巨人的存在，但越来越多严谨的学术研究正在为巨人传说增添佐证。好了，关于巨人的传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言讨论，以发现更多的蛛丝马迹。欢迎再次收看真假系列，喜欢的朋友不妨点个订阅，以免错过下期的精彩影片。我们下期见了。